吴叔，吴小姐，我是吴聘的堂弟，我叫吴玉，我代表吴家东院的迎亲来了。开门吧！是不是迎亲的队伍来了？吴叔，你怎么不开门呢？你怎么了？不是都答应吴叔了吗？你让我再想想。都这会儿了，你还想什么呀？ 胡管家，开门！哎，不行，不能开门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嫁吧！起来，起来！ 爹，求你了，你不能嫁！为什么不能嫁呀？爹，我爹说不能嫁就不能嫁。爹，我要去救吴聘哥哥呀！ 少爷，不行，咱们砸门吧。少爷，您开个时辰。胡叔，胡小姐，都已经深时两刻了，再不开门可来不及了。爹，今天你同意，我也要嫁；你不同意，我也要嫁。 拦住他！让开！放门！砸门！爹，我求求你最后一次了！老爷，他们好像在砸门呢。呀，难道他吴家想抢人不成？ 爹，来不及了！胡管家，赶紧叫所有的家丁小厮都给我拿起家伙，我就不信他吴伟文今天能把我女儿抢走！开门啊，胡叔！开门啊！你就让我嫁吧！咏梅，你不要犯糊涂啊！爹，来人！爹，来人呐！你们放手！爹。 今天你不让我嫁，我就死跟你干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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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应该来。哎，快看，快看，新娘子来了！快看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 怎么没奏乐呢？我没能把胡小姐接回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胡志存说他无能为力。啊！大哥，马上就要酉时了，如果再不成亲的话。 吴聘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老天爷，难道吴聘注定没救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要灭我吴家东院吗？老天爷！
下吧，谁家都一样。行吗？起家！起家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谢谢诸位，以后我们家的生意还要仰仗诸位啊，请慢用慢用慢用。伙计，来。来了，诸位诸位，感谢诸位光临，今天是我们雷家大喜之日，感谢诸位光临。啊，吃好喝好。大哥，哎，没什么，哎，喝酒，喝酒，来来，一起。不是说成亲就能起死回生吗？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啊？少东家，少东家，你可把我给害苦了。我现在是有点后悔了。你说你当初为什么要给我那五两银子？我惹了这么多麻烦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害得我一时冲动，居然嫁给你了。少东家，要不咱俩商量一下，你就醒过来吧。你要是不醒过来，我可能就要被你家人扣在这儿。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东院，我还要去找我爹呢。少东家，
好了，快给少爷盛上，拿扇子把那粥扇凉了啊，别烫着少爷了。放心，快，端进去。呀，二嫂，你来了，吴面醒了，快进去看看。太好了，你们别跟着了。梁大夫来了。梁大夫，请坐。小心烫。老爷，少东家已经无碍。再熬些阿胶汤，让少爷喝了，会好得更快。有，快去备去。我再开几副调养的药，好好调养以后呢，就可以恢复以前了。哎呀，谢谢梁大夫，谢谢梁大夫。老杨，带梁大夫开方子去。梁大夫，这边请。慢点。快去沈塘贴香油。大哥，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好，喜宴再开三天，咱们秦腔也再唱三天。大哥，这大婚的事是我出的主意啊，我是不是该领头功啊？你呀，待会儿好好敬你一杯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这大侄子一定能醒吧？行了，吴平要休息，都别围在这儿，我们出去吧。哎，我们先出去。大哥，我们先出去。少爷，吃点吧。小心烫。等会儿，大哥。来，大哥来了。来，走。大哥，这按理说呀，这丫头也是有功的。只是今晚开宴的时候，大哥没发现什么吧？是吧？没发现也好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这荣华富贵突然加深，搁的谁都把持不住啊，更何况一个丫头。今后大哥和大嫂一定要好好管束。丫头今天这个举动啊，确实让我感动。日后要是能够好好谨守规矩，我和你大嫂不会亏待她的。现在看起来，最后悔的就该是胡家那小姐，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，实际上是个糊涂蛋啊。好了，别说了。